Okay, let's try this macaron. Okay. Oh yeah, food. Yeah, macaron. It's a little soft, but the inside feels kind of hard. I think it's gonna be good. 台式好像就是软的。这应该不会要叫马卡龙。我觉得有点侮辱法国文化。法国人，哎，你觉得法国人觉得怎么样？这个吧，那个建议，这不叫马卡龙啊，就叫饼干呐，我不知道。这不是马卡龙，这不是马卡龙啦，呜呜呜。你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，什么让他们爱上台湾美食？对，就是要做台湾美食，所以就是台湾美食。那米线粿啦，不行啊，蚵仔煎啦，蚵仔煎就海鲜啦，你死的哦。大肠包小肠，哦，不错，大肠包小肠可以做，就是烤一个香肠啊，香肠对啊，我明天如果去传统市场肉摊买就有香肠，再弄一个那个糯米肠，糯米肠啊，糯米肠 OK 啊，糯米肠我们可以自己去买大肠。自己灌，然后我灌。我跟你讲，我家以前在。等一下，相信我，你不要这样啦。我以前下课的时候，国中、高中下课的时候就要回去帮他们灌，没有那么清不干净，就会猪臭味，不行。对，会让他讨厌台湾美食。如果我们跟你玩西巴拉，我们有没有办法再拿到一个香肠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安排这件事情。好，西巴拉是不是？哎，对。哎，那个饮料要再一个香肠哦。就是比赛香肠。他们想要 PK 西巴拉香肠。我们还有香肠吗？有很多。OK， 怎样子才？我请比较熟悉的老板教你一挂。对啊，整出压力大。我想说跟你玩西巴拉。好，没想到你们会玩西巴拉。西巴拉一定要的啊！我去找他们有玩西巴拉的菜。找很多台湾人。对。那么香肠王的表现会是如何呢？五七八啦，哎，七点的哟，七中间，八啦，哎呦，哦，七点哇，差不多了，强哎，来了，三次，七点，八点，八，七点，5+3，对啊，啊，八点哎，对啊，那我赢你，输你。那你先得到一个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我可以了，我给你切呀，我加入，七八啦，七半啦呀，4点，哦，对了，谢谢。在玩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上一下来。什么 ？All right。Excuse me， 八点 ，OK， 8点可以。11点 ，Thank you， 好 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香肠王保住民生。